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从2009年的奥巴马总统合家欢，到2011年的比利时国王夫妇肖像，再到2013年的普京总统肖像，沈绣已经连续多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国家元首，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沈绣的极大好奇。作为苏绣的分支，沈绣其实是指以刺绣艺术大师沈寿命名的一种刺绣流派。那么这位沈寿究竟是谁？他的绣作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呢？今天我们就来为您介绍这位享誉国际的刺绣艺术大师沈寿的传奇故事。沈寿是我国近代刺绣艺术大师，代表作品有《八仙上寿图》《耶稣像》《无量寿佛》《万年青》等。他创立的仿真绣成为我国现代刺绣艺术的先河。刺绣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用灵巧的双手把刺绣艺术推向新的高度，到了近代更是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刺绣大家，沈寿就是其中颇具盛名的一位。沈寿原名沈云之，出生于苏绣的发源地江苏吴县一带，他所生活的年代是苏州闺阁绣极为盛行的时期，是有闺阁家家架绣棚，富孤人人惜针巧的盛况。云芝从小便随母亲一同习绣，他天资聪颖，12岁时便将家中收藏的沈周、唐伯虎、文征明、仇英四大名家的画作作为蓝本刺绣，16、17岁时已成为当地有名的苏绣高手。当时宫内常派专人到苏州置办丝织绣品，批选十分严苛，许多人家的绣品都被淘汰，唯独沈家的绣品备受青睐。1904年恰逢慈禧70寿辰，朝廷下令各地进贡寿礼，慈禧太后在观赏寿礼之时，一幅八仙上寿图的刺绣让他眼前一亮，细腻的绣法，逼真的造型，令八仙显得活灵活现。慈禧惊叹之余，提笔写下了一个寿字，赐予了这位巧夺天工的绣娘。这位绣娘就是沈云芝，从此他就以慈禧所赐的寿字为名，改名沈寿。沈寿的刺绣作品题材丰富多元，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无所不有。为了追求更高的绣艺，1905年，沈寿到国外考察。在考察当中，他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绣品。这种绣品吸收了欧洲油画的用光、用色，色彩要比国内的刺绣更加丰富，立体感强，但手感普遍没有苏绣那么细腻而又温和。回国之后，沈寿有了创作新绣法的想法。1911年，意大利都灵博览会开幕，在这次博览会上，沈寿带来了他用数年心血绣成的意大利王后艾丽娜像。在绣像中，王后披着细亮的披肩，外罩白色纱衣，胸前悬挂皇家勋章。这幅绣像一露面就引起一片惊异的目光，人们不敢相信他们看到的竟是一幅刺绣。这幅绣作是沈寿在苏绣的基础上融入国外绣品的精华发展起来的仿真刺绣。仿真绣与中国传统刺绣相比，具有独特的魅力与艺术效果。在仿真绣出现之前，传统的刺绣艺术从宋代开始都是用中国书画的形式为绣稿，仿真绣的出现使沿袭了千年的刺绣艺术形式和内容发生了新的突破和创新。仿真绣的作品常以西洋油画的人物肖像、风景等为绣稿，吸收其用光用色的技法与刺绣技法中，其色彩比传统的苏绣更加丰富，丝线的自然光泽与独特的针法、明暗关系所展示的刺绣作品变化莫测，具有了光感、质感和立体感，从不同角度观看都会显示不同的艺术效果。受西方绘画艺术启发而创立的仿真绣，一举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刺绣作品有形有色、
却少光少影的状况，使中国的刺绣技艺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凭借这幅意大利王后艾蒂娜像，沈寿在都灵博览会上一举成名，绣像也被清政府作为国礼赠送给了意大利王室。他所创作的仿真绣也开启了中国刺绣艺术的一代新风。1914年，中国第一座刺绣学校女工传习所在江苏南通创办，沈寿任所长兼教习，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刺绣艺术工作者，开启了中国近代女性职业教育的先河，也使刺绣从民间实用逐渐上升到艺术创作的层面。由于常年伏案劳作，沈寿的身体日渐衰弱，为了休养身体，沈寿搬到南通博物院一处名为千亭的馆舍居住。这里的鸟语花香给沈寿带来了安逸的心境，病情好转的沈寿又想再次拿起绣针，但却一时找不到中意的绣稿。偶然间，沈寿看到明代大画家陈洪绶的观音画像，一见倾心，立即以他为模本开始了刺绣。面对这幅传统画作，沈寿分别采用悬针、长短针、平针、斜缠针等灵活多变的仿针绣技法，使画面立体感更强，达到形神兼备之美效。画像的细节部分，沈寿又使用极为细腻的苏绣针法，几乎让人看不到针线的痕迹。不少人在看过之后都感叹，这分明就是一幅逼真的国画作品。1915年，沈寿的另一幅刺绣代表作《耶稣像》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展出。西方人曾经这样评价这幅艺术佳作：不是油画肖像，却有着油画的透视与凹凸感，而肖像透出的丝丝细腻与独特的神秘，又是油画所不能赋予的。耶稣像夺得了世博会一等大奖，这是中国刺绣与世博的首次结缘，沈寿也由此而名扬天下。在生命的后期，沈寿口述完成了《雪姨绣谱》一书，这本书是沈寿一生刺绣艺术的理论总结，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第一部刺绣理论与实物操作相结合的专门著作，不仅将刺绣从纯粹的审美趣味提升到了系统化的理论层次，而且对我国的刺绣艺术发展起到了里程碑的重要作用。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它来自远古，神秘莫测的纹饰传递着意想不到的古老习俗，它穿越数千年，原始的色彩中透露出先人的精妙创造与艺术审美。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人面鱼纹彩陶盆》。